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我要来甲大家讲，安怎挂标准的嘴暗，嘴暗安怎挂才会标准？即摆已经政府规定，咱若是去外口的话，拢爱挂嘴暗。啊，若是无挂嘴暗的话，伊会使依法来甲你开罚，甲你开罚金的哦。啊，我伫遮边来甲大家讲，嘴暗安怎挂咧？第一，咱若是伫厝要出门之前，咱爱挂嘴暗，对不对？要挂嘴暗之前，咱上好就是先去洗手，用底裤，把手洗好清气。你若是无底裤的话，你会使去找一罐有带酒精的罐啊，把手、把你的双手喷喷的。即摆开始，我用给大家看。要挂嘴暗之前，先去洗手。就参照即摆，我无要洗手的话，我就喷酒精。好啊，了后摕一个清气的嘴暗。嘴暗摕出来的时阵，两个对拗，对拗了后，你爱详细看，有一个定定的所在，爱对鼻仔只，甲挂落去。本来鼻仔家己好了后，这个嘴暗门顶这个定定的钢条，爱甲鼻仔二个好势。落尾这个下骹的布嘞，爱包伫下骹伊只哦。你定定伫路的看人挂嘴暗挂安尼，也是安尼。安尼拢是无标准的哦吼，爱安尼，门顶摇条下骹又要好势，安尼才是标准。啊，再来真侪人会讲正面还是倒面安尼分呢？通常有色的迄面拢是伫外口，啊，毋过有当时啊，你去拄着嘴暗共一色，安尼要安怎？你若详细看的话，下骹即摆政府有规定爱倒字，你若看倒字迄面伫外口，迄个就是外口面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你会使望看卖内底面甲外口面一定有一个毛毛的面，毛毛一定爱向外口，平平迄面较毛毛的向咱内底。若是安尼的话，咱就是爱安尼，搁详细学一届。鼻仔字的了后，下骹又要好势，安尼就会使出门去咯。就是安尼，大家挂标准哦。